蔡锦龙委员，蔡锦龙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许忠信委员发言。许忠信委员，许忠信委员不在场，本案暂不予处理。请尤美女委员发言。本院委员尤美女等十一人临时提，鉴于国人与中国遭羁押或限制人身自由案件层出不穷，家属无法及时得知消息与前往探视，及第八次江城会将台商人身安全列为投保协议讨论重点之一，基于普世人权价值，为关怀被关押在两岸监狱、看守所、收容所、拘留所、劳动教养所居监视居住者之人权状态，以改善受收容者之人权处境，特此提案，建请陆委会于第八次江城会期间协调海基会安排海协会陈云岭会长探视在台湾收容所、看守所及监狱受羁押之中国人民，并呼吁中国政府于近期内允许江炳宽会长前往中国探视看守所、收容所中的台湾人民，是否有当，敬请公决。